台湾彰化，这座地处台湾南来北往咽喉的中部大城，正从清晨的迷雾中苏醒。城外的八卦山，曾是台湾民众抵挡日军的关键要塞。120年前，一纸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后，台湾人民拿起武器，走上了抗日的保台之路。1895年8月28日凌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最大会战——八卦山战役，在这里拉开序幕。日本侵占台湾50年，反抗的烽火始终燃烧，无数志士仁人将累累忠骨托付给了这满目青山，也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和执着的信念支撑起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台湾逢甲大学校名是为了纪念邱逢甲先生。1889年，25岁的邱逢甲考中进士，不久辞去京官，返回台湾。生在台湾，长在台湾，邱逢甲对这片乡土之地深情满怀。1895年4月中旬，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民众无不震惊异常。1895年5月18日，清政府派出李鸿章之子李经芳作为特使，前往台湾办理交割事宜。慑于台湾人民反割台的巨大声势，李经芳不敢登岸，在一艘日本军舰上与日本海军大将华山资纪办理了交割手续，便仓皇离去，留下冰冷的谕令，要求台湾巡抚唐景崧立刻回京复命，台湾大小文武官员也要陆续内渡。此时的台湾孤立无援，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生死抉择？厄运当前，以邱逢甲为首的台湾士绅不甘心做亡国奴，决定力保台湾，一项特殊的计划就此展开。为了抵抗日本的侵占，台湾士绅筹划成立台湾民主国。1895年5月25日，在台湾巡抚衙门，巡抚唐景崧宣布就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在颁布给民众的通告中明确提出，台湾虽然自立为国，但仍与祖国气脉相通，仍然是中国的土地。他们是想等到将来祖国强大了以后，台湾还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所以他们的年号叫做永清，我们永远属于清朝。这个台湾民主国在台湾实际上时间不是很长，日本军队从基隆这些地方进来以后啊，那唐景崧很快大概一个礼拜他就内斗了，台湾民主国到这个时候就完了。日本从清政府手中接收台湾似乎还算顺利，然而在势不沉稳的台湾同胞面前，想占领这片土地却并不容易。台湾同胞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当时的台湾民众武器装备非常简陋，没有战斗经验，没有军事训练，许多人手中的武器不过是铁锹、竹枪和木棍，面对的却是装备先进、训练有素的精锐日军。双方之间的实力相差是非常悬殊的，但是台湾军民的反抗也是非常激烈的，让日本殖民者也是遭受了重大的损失。15年6月，在日军近卫军团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基隆沦陷。
日军前锋直指台北，唐景崧被迫放弃。日军一路耀武扬威，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台北城。台北沦陷后，台湾洞军首领林朝栋决定率领手下的洞军拼死一战。位于台湾台中市这座正在修缮的古宅，气势宏大，建筑风格传统，它正是林朝栋的故居。林朝栋是台湾客家人，凭借在中法战争时优异的战功，得到刘铭传的青睐。当时由他统帅的洞军是全台湾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之一。我曾祖父啊，当时做了一件事情，他把我家门口啊摆满了这个煤油，他就跟我家人讲，我这一趟我们台湾人拼的最后一场，这场是成是败不晓得。林朝栋抱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准备做最后的战斗，如果战败就以身殉国，将所有家产全部烧毁。还没等到开打，清廷连下两道圣旨，命令林朝栋立刻离开台湾。慈禧从台湾把他骗走了，说你不能现在不能跟日本，你先回来，我们还要再打回去呢。林朝栋无奈之下遵旨离开家乡台湾。从台北一路向南的日军指挥官是天皇的弟弟禁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禁卫师团是天皇的禁卫军，汇聚了日军的精锐作战力量。在新竹，日军遭到台湾义军的拦截，指挥的正是义军大将军邱逢甲。邱逢甲率部与日军血战20余昼夜，进行了大小20多场战斗，终因饷尽弹尽，死伤过重，不得不选择撤退。邱逢甲躲入深山老林，随后辗转内渡，回到祖籍之地广东蕉岭。离开之后，对台湾念念不忘的邱逢甲把书房取名为念台经社，甚至给自己的儿子改名邱念台，以表达对台湾深深的思念。日军占领新竹之后，于1895年8月进攻彰化，3000名彰化义军与15000名日军在八卦山血战3昼夜，最后突围幸存的仅剩不到50人。日军的损失同样惨重，在攻占彰化的路上留下了上千具日军尸体。禁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也身负创伤，不久在台南不治而亡。义军顽强的抵抗迟滞了日军的脚步，从1895年5月底登陆台湾，直到10月中旬日军才来到台南。日军兵分三路，对台南展开夹攻。等待侵略者的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将，他就是声威远扬的黑旗军统领刘永福。1895年，老将刘永福已经58岁。10月18日，在台南的安平，刘永福召集部将，准备抵御来犯日军。此时黑旗军没有任何后援力量，粮草殆尽。第二天日军大举进攻安平炮台，遮天蔽日的硝烟中，一面残破的黑旗若隐若现。刘永福亲手点燃大炮轰击敌舰，但这已经是最后的抗争。
到了夜间，日军攻城越发猛烈，城内弹尽粮绝。这个昔日勇猛无比的淮军将领知道大势已去，他难掩内心的悲愤，仰天捶胸，嚎啕大哭。当天深夜，刘永福一行不得不撤离台湾，他们趁着夜色搭上英国商船迪利斯号内渡厦门。茫茫大海中，船只渐渐驶离血雨腥风的宝岛，一路向西的海上，刘永福不时地回望台湾，直到台湾从视线中消失，眼前只剩下滔滔东海的水天一色。广西钦州，刘永福故居。厅堂之间，他那句“铁血铸山河，强大种族”的遗言，仍振聋发聩。没能保住台湾，成为刘永福心中永远的遗憾。1917年去世之前，刘永福要求家人打破传统墓地坐北朝南的格局，让自己的墓碑面朝东方，面向心中永远放不下的国土——台湾。1895年11月中旬，台湾第一任总督华山资济骄横地宣称，全岛完全平定。日军先后出动兵力7万多人和常备舰队的大部分舰只，复输4800余人死亡和2.7万余人负伤的惨重代价，才占领台湾。表面上看，台湾已经在日军的掌控之下，但事实绝没有这么简单。台湾民众没有就此屈服，誓不沉沦的呐喊此伏彼起，光复家园的斗志奋发昂扬。简大师在淡水起义，林少猫在台南凤山率众杀敌，台北的陈秋菊、南部的黄国镇、屏东的萧光明纷纷袭击日军，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台湾各地。日本殖民者在百般惊恐中，调动大批军警进行惨无人道的刀杀抢掠，妄图用血腥手段吓倒台湾民众。残酷的杀戮与严苛的统治笼罩在台湾上空。98、99、00、01、025年之内，这个在后藤新平手里一共杀了10000好几百人。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已经走到了风雨飘摇的末日，呼吁改良、鼓励革命的风潮蔚然兴起。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1910年，同盟会台�湾分会成立。1911年4月，碧血横飞、浩气四色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其中不乏台籍志士踊跃参加的身影。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大厦倾覆。在这场大转折中，台湾民众仿佛看到了希望，许多人开始盼望着恢复泱泱中华、大国生民的身份。这份特殊的文件，是民国北京政府第一份发给恢复国籍的台湾人的执照，获准日期是1913年11月18日。执照人名叫林祖密，林朝栋之子，出身台湾雾峰林家。他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1913年春天，怀着赤诚的中国心，林祖密决定将在台湾的家产留给同父异母的弟弟，
自己向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提出申请，退出日籍，恢复中国籍。申请期间，台湾总督府多次以高官厚禄相诱惑，都被林祖密拒绝。为此，台湾总督府没收或低价收购其90%以上的在台产业，其中包括20多万亩林地、20000多亩水田、500多处作坊、商铺，但他毫不痛惜，成为台湾沦陷后恢复中国国籍的第一人。位于台北市的这所小学名字叫福兴小学，校名是为了纪念抗日志士罗福兴。今天罗福兴的孙女罗秋昭女士再次来到这所小学，接着通过的是3年丙班，庆祝福兴国小创校100周年。这学校是纪念罗福兴烈士的，罗福兴烈士是抗日的英雄，就在这里为台湾抗日而牺牲的。来，福兴！罗福兴生于广东蕉岭，在1903年，他18岁时随祖父来到台湾，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经常往来南洋各地。在这段时间里，罗福兴接触了革命思潮。1912年底，罗福兴开始在苗栗、台北等地秘密发展抗日组织，以驱逐日人、光复台湾号召民众起义。在罗福兴的积极动员下，台南、南投等地10000多民众参加。然而，起义的消息不幸提前走漏，台湾总督府大肆搜捕抗日组织成员，罗福兴不幸被捕。1914年3月，罗福兴泰然自若，慷慨赴刑场，英勇就义。在遗书中，他写下这样的誓言：灵魂驰回天地，护我民国。一字一句如铁骨铮铮作响，呼啸在日本殖民者的耳边。爱国热血青年余清芳等人利用宗教做掩护，宣传抗日，以台南的西来庵为据点，发动群众筹集抗日经费。1915年8月3日，台南酷热异常，余清芳率300余人突袭台南狱警交8年派出所，歼灭日本警察20余名。随后日军反扑，寡不敌众的起义部队遭遇围攻，伤亡惨重。仅虎头山一役，阵亡民众就多达309人，许多人被捕，惨遭杀害。以前这边呢是斜坡，哦，斜坡小山坡，日本人为了要杀人方便起见呢，在这边就挖了一个很大的壕沟，把这个嫌疑犯呐、抗日英雄抓到的，全部在这里，利用夜间呢，用那点这个火把，叫这个台湾的壮丁拿火把，那在这边呢，就把人头砍下来，不管你有没有死，不管你头有没有断，就把你踢下去，然后呢，用土呢把它掩埋下去，一个晚上可以砍10个人。这些陶塑是根据100年前的交8年抗日事件制作的，一幕一幕记载着当年那段可歌可泣的往事。
最近在台南预警发现了两三千具的这个骨骸，那么万丈这个万人坑的骨骸，而且呢骨骸呢都是被有砍伤的这种骨骸，就是昭八年事件的万人冢的发现。起义爆发的1915年，日本已经统治台湾20年，这些被遗忘的残骸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惨烈。日本殖民者在严酷镇压台湾民众反抗的同时，将掠夺的魔爪伸向了其垂涎已久的丰富的自然资源。阿里山，台湾最理想的避暑胜地，珍贵的红桂树是台湾少数民族眼中的祖先和神灵的居所。千百年来，他们巍然耸立，守护着这方水土。其中不乏树龄超过千年，甚至树龄超过2000年的树王也为数不少。在日本殖民者眼中，他们是优质木材，是摇钱树，是日本的战略资源。为此，他们花了很大力气，修建了登山小铁路，开始毁灭性的掠夺。成群连片的大树，在滋滋作响的伐木声中轰然倒下，经海路运到日本，用作建造皇宫和神社的大梁和立柱。阿里山曾经有约30万株的原始桂木林，如今只留下了巨大的树桩。日本为了掠夺台湾的木材、煤炭等资源，修建了一条南北铁路纵贯线。一位诗人曾经写道：“铁路通到哪里，眼泪就流到哪里。”纵贯线建成之后，日本对台湾经济和资源的掠夺更加肆无忌惮。Japan, you were using food. You know, Japan has a problem with supply of food even today. And Taiwan was considered to be a big agricultural base, and taxes, and also sugar industry, right? Was they developed that? The Japanese got more out of Taiwan than they invested. 为了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加强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统治，日本当局着手调整统治策略，一个严酷的5年理藩计划就此开启。日本殖民者曾经提出说，要开发台湾的一个首要任务，就要他要开发台湾的山地。那么开发台湾的山地，那么就要对于台湾的少数民族必须有一个征服。那么理藩政策实际上就是对于台湾少数民族的一个征服，跟对台湾少数民族所聚居的山地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开发。从1907年开始，日本在台湾测绘土地，配置炮火掩堡，一项特殊的工事爱永线开始修建。一段段铁丝网如同一条条锁链，深深地嵌入这片富饶的大地。当卑鄙的掠夺脚步延伸到哪里，不屈的抵抗就在哪里爆发。1914年5月，一支20000多人的军队和警察开始向太鲁阁汇集。这支队伍由日本派驻台湾的总督佐久间佐马太亲自担任指挥。日本装备齐全，拥有2800支枪、各式火炮31门、机关枪8挺，而他们对付的目标，台湾少数民族藩社泰雅人，能打仗的总人数不过3000人，武器更是近乎原始。激烈的战斗打响之后，泰雅人利用地形优势，与实力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激战3个月，重创日本殖民者，但终因寡不敌众，悲壮的失利。
大山里的台湾少数民族渐渐失去生存空间。随着日本对台湾的经济压榨一步步加剧，对台湾经济的核心物产，日本一律采取专卖政策。所谓专卖政策，实质就是日本垄断经营权。鸦片作为一种臭名昭著的毒品，在日本国内明文禁止买卖，但在台湾，台湾总督府纵容台湾的鸦片贸易。很快，鸦片专卖成为台湾总督府的一大财政来源，同时也成为日本殖民者毒害台湾民众身心的邪恶工具。日据时期，台湾北部山林多为原始樟树林，当时台湾樟脑产量曾达世界首位，有樟脑王国之称。樟脑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可以制造塑胶炸药，这让樟脑成为重要的战备物资。这家以樟脑为主题的博物馆曾是台湾重要的樟脑工厂和仓库之一，它对面一街之隔就是昔日台湾总督府专卖局的办公场所。这里的糖厂已经废弃，杂草丛生的铁轨诉说着当年大规模制糖的往事。砂糖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更是生产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是重要的战备物资。砂糖成为日本疯狂掠夺的对象，在日据时期产量飞速增长。专卖政策下，日本为了战备需要，畸形发展台湾经济产业。不仅仅是樟脑业，糖业，日本商业开始借助行政权力独霸台湾盐业。到了1914年，全台湾盐业全部集中在十家日商手中，甚至茶叶、稻米等重要农产品莫不如此。日本榨取殖民地的经济政策，使台湾彻底沦为日本工业的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无孔不入，在近乎窒息的残酷压迫之下，不屈服的台湾民众苦寻着新的抗日斗争方式。1911年4月，林家花园的五桂楼上，携女儿访台的梁启超与林献堂相谈甚欢。出身雾峰林家的林献堂，生于1881年，他一生不说日语，不穿木屐，坚持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这次是林献堂与梁启超在台湾的第一次会面，一篇篇唱和的诗文中，林献堂与梁启超有了深入的交流。甲午歌统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心，将他们凝聚在一起。通过交换对当前日据台湾形势的看法，梁启超鼓舞了林献堂的斗志。1919年前后，台湾留日学生先后成立启发会、新民会和台湾青年会，林献堂等台湾士绅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抨击日本殖民暴政，要求撤废台湾总督赖以维持独裁的所谓法律。1921年1月，东京街头，林献堂和一批台湾留日学生一起来到日本议会，在这里，他们拿出了一份特别的文件——议会设置请愿书，要求日本给予台湾各族平等的待遇，
设置由台湾民选议员所组成的台湾议会。然而这一请愿最终未获审议，被日本议院驳回。从1921年、1934年，这种请愿活动进行了15次，虽未获成功，但促进了台湾人民的民族觉醒。1921年4月，林献堂等人返回台湾。林献堂等人赴日本请愿的经历引起台湾当地民众热烈反响，许多地方邀请他们前去访问和演讲，分享请愿运动的经过。在1920年代左右，那么新一代的台湾岛内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一种近代化的教育。那么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权利，在经济上要受日本资本的剥削跟日本殖民总督府的一个压制，所以他们要求复兴台湾的地方文化，包括要求设置台湾地方议会，来让台湾人有更多的参政权等。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以助长台湾文化之发展为宗旨，发展和弘扬中华文化，抵制日本的文化侵略，促进台湾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台湾文化协会总理由林献堂担任，蒋渭水任总干事。出生于台湾宜兰的蒋渭水，是日据时期最重要的反殖民运动领袖之一。他担任台湾文化协会总干事时，年仅30岁。蒋渭水秉持不妥协的民族精神，与日本殖民政府持续抗争。到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蒋渭水他们在台湾成立文化协会，推林献堂作为总理。那么这个总理的称呼呢，其实是模仿当时候的中国国民党称孙中山为总理。所以台湾岛内的应该要从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开始算起，台湾的非武装抗日运动。大稻城曾经是台北最繁华的地方，这条老街记录着90年前文化抗日运动的一段历史。蒋渭水之子蒋朝根带领我们打开通往过去的时空隧道。当时呢，渭水先生啊，他们就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就在这条街设立了港丁文化讲座。当时很多的青年团体也都是设在港丁文化讲座里面，一年都有超过11万人来听他们的演讲。那以当时人口才300多万人啊，那这个11万人的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当时的交通是那么不方便，要做全岛的演讲并没有那么容易。在台湾文化协会的带领下，文化抗日运动开始在台湾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这个地方以前叫做德胜街，后来改名叫太平街。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车一车的台湾民报，就是这一会啊，新年特刊。新年特刊，1925年1月1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报跟孙中山的民报、梁启超的《新民穷报》这个名都一样啊，人民要出头天。有识之士通过举办各类文化讲习会，发行《台湾民报》，提倡汉文，介绍五四运动后祖国的思想文化，抨击台湾总督府的暴政，开展乡土文学、台湾化问题及民族运动理论等讨论。这些活动在得到民众拥戴的同时，也迅速引起台湾总督府的恐慌。蒋渭水为了抗议日本皇太子裕仁到台湾粉饰太平的所谓视察而被捕，直接投入大狱。1921年，就在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的同一年，台湾
迎来了首部自己的史书《台湾通史》。这部史书的作者是台湾诗人、史学家连横。连横，台湾台南人。1895年，已经18岁的连横亲眼目睹故乡沦亡，悲愤不已。从1908年开始，对台湾寄予血脉深情的他，终于在1921年完成并出版了精心撰写的《台湾通史》。这部分上中下三册的史书，改变了台湾无史的尴尬，提振了台湾民众的信心。祖国的命运与台湾的前途息息相关。祖国成为台籍有志青年积极谋划抗日、谋求台湾光复的大后方。1923年，台湾人蔡慧茹召集在上海的台籍学生10余人，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筹谋台湾革命。同时，由在祖国的台湾人组成的北京台湾青年会、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等组织也先后成立。在这些青年的心中，光复台湾的梦想一刻也未曾停息。无论士绅还是青年，共同光复台湾梦想将大家凝聚在一起。台湾农民不堪日本殖民者的压榨，也开始组织起来。1926年，原本担任教师工作的简吉与从事医务工作的李应章等骨干一起创立台湾农民组合。这个农民运动团体组织农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30000个农民在各地真正组织起来的时候，那个力量才是惊人的。日本政府怕的是这一个，所以日据时期真正影响整个社会最重大的还是农民运动。而且说真的哈，它的这个影响是因为深入到基层，不是日本政府能够抓几个头头就没有了。1928年4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以谢雪红、翁泽生为代表的台湾共产党组织宣告成立，并决定以台湾文化协会及台湾农民组合为活动中心，积极展开革命活动。这是日本当年拍摄的台湾影像，大街上的行人穿着日式的和服出现在镜头前，表面看上去一派生平景象，实际上在殖民地台湾，日本对本地传统文化和生活一贯采取压制政策。在行政体系内部，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的择业严格限制，台籍精英仅能在行政机构受聘为通译、雇员、书记等辅助职务。1930年，日本统治台湾的第35个年头，表面上的平静难掩饰台湾民众即将爆发的愤怒火焰。台中埔里地处大山深处，在日本疯狂掠夺台湾资源下，台湾少数民族延续了千百年的信仰和传统生活方式被严重破坏，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雾社是当时所谓的模范藩社，首领莫那鲁道等人曾被带到日本参观，他很清楚以实力相比即使也无法战胜强大的日军，但是这个不屈的灵魂选择了抗争。1930年10月27日，雾社地区泰雅人麦伯等社民众在首领莫那鲁道的率领下袭击警察住宅所，杀死日本军警134名，
夺取枪支180支。这一消息震惊了日本殖民者，一场现代化武器与高傲信仰之间的战争拉开幕。台湾总督府立即调集重物，设六部落对手断崖绝壁、地形险要的山林洞窟顽强反抗，给日军带来惨重损失。丧心病狂的日军不惜动用飞机投掷毫无人道的毒气弹进行轰炸。在持续了一个多月之后，1930年12月8日，雾社起义失败，1236名参加战斗的泰雅同胞中，564人被捕，多达644人在战场上战死。有的妇女为了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地勇敢作战，自己先自尽。许多泰雅人战败后，忠于他们内心不屈的信仰，跳崖自尽。这个照片你们现在在网络看到，就是我们家出去的。那这个地，这个是我，这是莫纳鲁道的女儿。因为我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莫纳鲁道的女儿，这个就是代代相传了。现在我自己身为人母的时候，原来亲手把自己的孩子丢到山崖是有多么痛的一个经验。他把孩子丢到悬崖，然后他自己在悬崖旁边上吊自杀。他说他上吊的时候，他还听到他孩子的哭喊声呢。想到说他死不成，就在树上的时候被人家砍了下来。张成妹的祖母被救后，难以忘怀的巨大悲痛让他终日以泪洗面。他的那个哀伤的那种气氛是影响了我们家的整个小孩，所以我们就不怎么喜欢去谈到他的个人的故事。我小时候常听到他在哼一首歌，每次听他哼的时候他都在哭泣。他来到这里，他没有什么亲人，他无依无靠，他的家人都走了。花木枯叶孙，花木枯叶孙，努达木呀库尼，努达木呀库尼，呀库玛呼摩那，呀库玛呼摩那。今天，清流部落的生活平和而宁静，每天行走在田间地头。曾经的记忆似乎已经远去，但每当传统的雾社音乐响起，凄婉的歌声中仍在诉说着那段不容遗忘的历史。对一个无惧死亡的族群来说，推翻殖民统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审判日本侵略者的时刻不会遥不可及。